John Cena, Jackie Chan, Project X Traction. It was a chance for me to work with the greatest physical storyteller of our generation, possibly in the name of all times. It's my job. So I got to work with Jackie Chan, and I also got to work in China. So it was like a 7 to 8 month immersive experience, which got my Chinese better. So, Bei Chong Hao. Do you understand the words that are coming out of my mouth? I think that, look, the highlight of this movie is really simple. We have, for me, one of the greatest legends in action and a newcomer in action in his own right. For me, it's super exciting to see what I believe one of the possibly greatest pairings of two people together in one movie. Mm-hmm. 因为他也是武术指导出身。 他，你看，你们没有看见他那个 belt buckle， 也是 stands limited。哦。啊，你他就是很，他们很尊重他们自己的那个团队，他们那个 group。你看他那个皮带，他的扣子永远都挂在那个，就是他以一个 stuntman， 一个武术指导为荣，跟我们的陈家班一样，我们到哪里挂一个龙牌，就我们是陈家班，我们是特技人。嗯。就是跟他们合作，我。 他跟我学东西，我也跟他们也学东西。现在我就想办法怎么样可以打赢 John Cena。这个故事是我们构思了大家大概两年多了吧？哦，那么长时间。几年？两年多了。美国也走了很多次了。我是无意中听见一个企业家讲吧。 一个故事，他就讲了一点点的故事，是关于中东发生的。<笑>我看他能不能说，我就把这个真实的故事，真实的故事拿过来，以后的就不说了，就再改编成一个故事，我觉得是非常好，已经是那个是4年前的事情。 4年前我们一直找美国编剧在编完以后就决定要拍了，然后开始就组团队，今天终于在一个月前吧，我们把这个整个人员呐、工作人员敲定，到沙漠，首先很头痛的就是脚印，我们比方说我们这边全部是沙的，我们都不能走进去了。 我们只能在这边演戏，演完戏之后要这么兜个圈，因为我们是从那边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就脚印这边不能有脚印，只能后边有脚印，就我们两个就走到这边，咔，完了，导演说再来一遍，我们就要往前挪了，因为太多脚印了，你就一直挪到后面，是，你知道我们现场几百人呢，打个光补个粉。 我们补粉的别过来，丢个粉盒过来自己补粉呢，你得满，这个是唯一很辛苦的，脚印的问题，喝水的问题，上厕所的问题，环保的问题，每个人到现场的那种热，你是想象不到的，是。 万里无云，也没有任何东西遮挡。我拍那个《天降雄狮》，900个演员，到了下午只剩400了，全部躲在车底睡觉，真的马都躺下来了。我们是2000箱水啊，5天喝完了。哇，做个好汉子，每天要自强。 热血红日光，比太阳更光。我想他还是去打 WWE 吧，黄腔走板不入调。<笑>